我有两个梦呢，一个是活下乘凉梦，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。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面临饥饿的困境，让杂交谷子造福全世界更多的人是我一生的使命。讲他爱党爱国爱人民，我觉得一点都不错。他主要就是想中国人自己来办公园，可以跟老百姓说，我说我尽力了，你们的孩子再不得这个病了。救治病人是我的天职，要用最好的技术，最便宜的最有效的药物，最亲切的关怀，把他从痛苦当中解放出来。就是一个两弹一星的那一个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，要自己干。我说外国人能搞的，难道中国人不能搞？中国人比他们矮一些。如果做好了这件事，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，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。我要安全地把中国人送进太空，安全地返回祖国大地。